If silence can heal, I know it can kill. I feel it's correct. Consider your life and light up what's real. Yeah, I could care less. Forget all you know. Just get up and go. Say all you can.我觉得整套这个自由舞当中最亮眼的要数他们的几个托举，因为女生的身材比较小巧，所以他们在完成托举上还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但是他们今天我觉得滑得有一些紧，没有完全放得开，在这个单足步法当中女生有这个轻微的失误，掉脚了。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教练，现在王诗月、柳星宇和即将出场的陈红、孙卓明是在加拿大训练，近几年国家对冰舞的投入还是非常大的，都是常年在国外训练，我们接受最优秀的教练、最优秀的团队来培养我们的冰上舞蹈运动员。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进步也是非常大的，在近几年的国际比赛当中还是有不错的表现。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直线托举，他们的进入是女伴，只需要柔韧性非常好，
较有创意的进入。旋转托举，他们选用了这个双人滑当中会出现的拉锁的进入方式来进入，这也是一个难度的进入方法。双人旋转，在这个现在所有的运动员在编排当中都会尽量的有这样的难度的进入或者是难度的滑出，这样才能在 GOE 上有更多的加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刚才的这个旋转当中就是有一个难度的滑出，现在是最后的这个编排托举。可以看出我们的运动员情绪是非常到位的。近几年王诗玥、刘心宇进步还是非常的大的。我可以给你介绍。谢谢。王诗玥、刘心宇的自由泳总分为113.223分，总分183.22，自由滑得分总分185.87。现排名第一位。下一队入场的是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目训练。下面是即将入场。